在代志上，十二章三十二节，有约圣经的代志上，十二章三十二节，咱做伙来念。伊撒加前来，有意识，捌事实，在以色列所留下的人，伊的后人两百，伊的兄弟拢看见的。今天看你进门大家平安。真感谢主的恩典，让咱搁一届伫遮顺遂三界来去拜伊。咱拄拄啊，经过2016年，要开始2017年，吼，下即个日子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安怎来，感恩伫过去的一年，主予咱的恩典。伫未来新的一年，咱要安怎来展开新的一年呢？我想咱有真侪的即个计划甲期待，我也相信，正个你拢有甲咱的主上帝所特别予你的感动，以及你也照着主所予你的恩赐甲能力来做伙来排比。我相信啊，只要你所行所做会当合你主的旨意，你所做代志一定拢一尽成功。哈利路亚！伫这段时间。咱台湾人吼，会当讲吼，哇，真！会当阮有两个年要过吼，吼，咱台湾人两个年要过，咱顶个拜过一个新年，过来无偌久吼，咱就要过一个农历年。伫这个年的中间吼，我相信这段时间就是互咱的新年，好好啊，过一摆啊，通过咱伫主的面前来思考、来反省，伫新的一年，咱才会当带出搁较大的这个快乐出来。无论过去的一年，你是艰苦、失望，还是过去的一年对你来讲是欢喜、快乐，咱拢嘛是爱有这个过年的气氛啊，你拢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新的一年来到的时阵，我希望讲咱大家人爱有保持欢喜、快乐的心来过。今日我要用一段圣经哦，一段经节来甲大家做来分享。一般来讲，咱对旧约较无遐尼啊熟悉，特别对旧约的一寡。人的人名吼，咱无较尔啊熟悉。今仔日的圣经是要记载伫以色列犹太人的历史的中间，伫历代志上卷。历代志，咱看这本册名就是历史册，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册。历代志上卷12章32节，伊有介绍12个支派中间一个足特殊的支派，伊的名叫做以撒加。有几个人捌听过？哦，你若有读圣经安尼吼，特别来将你若是咧做到记者人的人名，也是对你这名词，你会记忆做好诶，你可能你记会起来。啊，不过吼，咱人吼，一般若对你这甲咱较无关系吼，咱较少记吼，特别即个古谣，咱较少引用。所以即个咱可能平时咱毋捌听过。啊，不过伫我咧读圣经的中间，我看到一段圣经非常的合。今嘛，咱必须爱有诶一个心态，所以今日要用即节来甲大家做来分享。哦，伫即节的中间哦，记载以撒加这个支派，这个支派内面啊，伊有200个族长，哦，200个族长哦，而且这200个族长拢安那，通达西乌，通达西乌就是因非常诶捌代志，咱伫迄个地位记诶圣经讲，伊是有知识甲捌事实。有知识甲捌事实是足好足好的能力哦，所以你看咧，因有知识捌事实，因就知影以色列人所应该惊啥物，因咧做个这兄弟拢听透因的命令。你看这以色列国家，因的头人，因的领袖，因就是一群有知识捌事实的人，除了有智慧，就是聪明，捌事实是啥物？捌事实就是会当知影讲。即摆应该爱做甚物款的代志？即摆应该是甚物时阵，咱就应该爱做甚物代志？啊，即摆这个时阵，咱甚物代志袂当做？哦，即、这个通达事务，即、这个白话伊讲有知识捌事实，英文叫做 know the time， 知影时间。哦 ，know the time， 知影这个时间是甚物款的时间？啊，佮我刚刚讲比较较大件代志的讲法叫做目色好。哦，目色好啦。
伊就是知影讲，这个时间啥物代志会当做，这个时间啥物代志袂当做，这个时间啥物代志，啥物话会当讲，啥物话袂当讲。哦，所以这句话意思是会当观察，伊当时家己所踮伫迄个处境是啥物，知影伊个环境所发生个代志，而且伊个做出啥物款个判断佮行动。特别因为伊有这种特别个能力，所以伊撒家人伊会当知影。是有必然发生这样代志，了后呢，会当做出正确的判断，所以知影，伊知影要安怎做出一些的人所着行的。有影说，咱人就是安尼，咱教会需要一种人，咱教会就是需要亲像伊撒家这个民族这种的人，这种的人，伊就是有能力，伊就是学习好，伊就是会当知影，这个时阵。应该爱做甚物款的代志啦？个咱大多数的圣徒咧，啊，大部分拢是享受聚会。个主需要有人分辨教会真实的需要的时阵，真侪人讨论咧，唔敢做。嘛，伫这个时阵，教会需要有一批人来去为着主来做好的精神的时阵，有偌济人肯勇敢站出来？就是拄只哦，咱个敬拜站个最后一首歌，一首歌同款哦。主所需要个人嘞，主个呼召恁到伫咱啦。啊，毋过会当肯为着主来做，遮个工个人有偌济？当主个呼召伫遐讲个时阵，有人为着我去做工无？即阵肯回应即个呼召，为着主愿意去做工个人有偌济？我相信伊撒家个即个支派，伊在200个族长，伊就是带领。一些个百姓，伊会当后来转换复兴，是个真重要的关键。今仔日咱个教会，敢有200位个这种个人伫咱个教会？今仔日咱个整个教会界，敢有2000个人伫咱个中间？今仔日整个台湾这个国家，敢有20000个人伫这个国家个内面？来，姊妹。若是有，如果讲若是有诶时阵，咱台湾一定会真紧，咱个台湾会得到真大啊，伫国际上个地位个提升，而且咱伫国际上咱袂用看袂起，而且当时人拜托咱这边人讲，哦，毋过即摆敢若时势毋是安尼，敢若时势毋是安尼，所以咱伫遮好好来反省，咱应该爱安怎？咱是毋是愿意来成做即种人呢？通达事务，有知识，捌时势，捌上好个人，即种人，咱教会真正真需要。希望今仔日咱个教会个姊妹拢会当有即种个能力，吼，有即种个能力。咱应该期待教会内面有即种个人愈来愈侪。这就是有啥物圣经内面记载讲，军队代表个人个中间有即200位个勇士来军队伊，所以咱看到代表。伊会当伫伊后来所做个代志顶面，哦，伊所做个啊，拢会当有得到真好个效果。如果咱讲人上帝国度，若是会当伫地面上会当来发展，咱就应该爱明白通达事务个勇士是偌重要个一件代志。通常真侪人只是会了讲啊，即、這个机会已经过啊。如果咱当初啦，咱若是安尼来回应，啊，这件代志要安尼做就好啊。啊，即摆机会已经过啊，一定无啊。咱真侪人伫代志过了后，咱就伫遐怨叹。咱真侪人伫迄个代志已经过去了后，咱就伫遐哦，感觉种真艰苦心。不过为虾米做者代志，咱宁可伫头前，咱就会当去动，咱就当去努力的时阵，咱却无爱来贡献咱家己的能力。今仔日教会。有需要有一份的勇士出来为了主做好的见证，因为伊知影什么时什么地。伫传道书第三章第十到第二十讲，凡事拢有伊的时，天的万米拢有伊的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活出所栽种的也有时。哦，这是教会内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。我咱会当知影主的时间是当时，我咱会当知影上帝的。为着伊个囝儿，上帝爱伊个囝儿，回应伊个呼召个时间是啥物时、啥物期？不过今仔日伫教会内面，
真真正正会当分辨什么时甲什么机，甲机会的人伫倒位咧。咱伫遮要迎接什么时咧？咱伫遮要等待什么时咧？希望咱来姊妹，咱来迎接一个时间。这个时间是坐在基督徒咱要等的时间。这个时间就是准备要迎接救恩来临的日子。咱大家做对老师来讲。迎接主的救恩来临的日子，再来讲，迎接主的救恩来临的日子。希望咱会当知影，这个救恩来临的日子是倒时，而且学习会当来做一个通达事物、有知识，而且捌时势的人。安尼，这个有知识、捌时势的人，咱平时要安怎好好装备家己呢？伊爱有甚物款的能力呢？有三项，甲大家做来分享。第一项，要成做一个通达师傅、有知识、捌时势人，第一项，伊爱睏读圣经。伊有只有圣经上帝话，才是伊真理的基础。也只有一个捌圣经上帝话人，才知影什么是上帝心意。毋是用家己的语言，毋是用家己的心去揣度啊，上帝伊是安怎想？是真真正正着明白知影圣经上帝话是安怎的教导，所以爱睏读圣经。来，咱来甲这段圣经来读一摆吼，听好无？来，《弗书》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来请。圣经拢是上帝所立誓的，并且是独一无人规正，带人而已，拢是有利益的，叫上上帝的得以完全，有美行各项的好事。所以上帝的话要予咱安怎来得到完全，会当予咱明白将来咱要做的代志，顶面会当发挥是即个好的事、善的事。不过你若无读上帝的话，你就无法度来明白你家己啊。所以讲上帝的话要予咱完全，即个完全会当予咱来明白来行各项的好事。所以咱真正爱读圣经。哦，咱的圣经平时咱偌久来行一摆，我说常常讲咧，咱会当遵照咱教会所推动的这个读经温习题的这个时间。哦，咱再来二月第一摆，咱就要颁奖。哦，要颁发伫过去的一冬的中间，因为逐礼拜拢照着啊教会所出的这个课本哦，啊伫遐写的吼，哦，咱要来表扬一下。啊，其实这是一个啊真。简单，佮真容易去做个代志，伊个答案嘛真好找，毋过就是需要你去现实经，吼、哦。所以嘛，佮你遮来努力吼，来个鼓，甲大家鼓励吼。咱即马差不多有四十几个人参与伫即个时间内面，我感觉安尼佫无够。咱希望更加侪人会带来参加。伫咱个教会，我相信讲吼，咱拢逐工拢无看圣经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你着逐工、逐礼拜，你着摕一份教会个即个课本转去，吼、哦。啊，圣经个地方。但即个答案最好找，找到了后，你一段时间你就甲交转来，就人甲你改，哦，就人甲你改。啊，一年的中间，咱就会当来颁奖。目的就是要予咱通过安尼，会当来读上帝的话。啊，无上帝的话哦，有真侪基督徒我看也无啥咧读啦。哦，这段圣经拢是做装饰品啦。这段圣经有当时啊咧，要咱看后壁的公用的圣经哦，欸有当时我会现在公文上面看到讲某某人的结婚的纪念，哎，安尼这你结婚的圣经是足重要，教会送予你的呢，哦，还是讲你生日的时阵教会送予你的，啊，你太无家己好好啊，家己保存，哦，啊，可能是你摕来做礼拜，啊，袂记摕回来，哦，袂记摕回来，即摆我啊，我变做公用的啦，哦，有可能是安尼啦，哦，啊，所以牧师希望讲咱当好啊，大家真正享受上帝的话语。有一个故事吼，1894年的某一天，有真侪中国的基督徒组织聚会，伊要创啥？伊伫遐在讨论在参详，因要送一件礼物哦，当时的慈禧太后，因为慈禧太后拄啊60岁的生日，哦60大寿啊，哦，即个基督徒咧想讲要安怎送伊生日的这个礼物啊，伊是来想起来讲啊，当然。咱来送伊圣经啊，哦，送伊圣经，所以送伊一本足水，搁一本足贵重的圣经啦、啊。
哦，足水的这个皮啊，而且迄本圣经哦，是用骨啊皮的这个金啊哦，哦，啊，伫顶面阁有空选少吼，啊，安尼阁足贵重的包装，啊，来送予这个慈禧太后。不过你想咧，慈禧太后有看无？慈禧太后，我唔知伊有看无看。不过这本圣经，如今，吼、哦，安尼完完全全，安尼亲像一本全新的安尼吼。放去伫美国圣经公会的藏书室内底，伫遐展览。安尼，我想这本圣经对你慈禧太后来讲，有啥物款的价值？一本毋捌看过，还是讲少看的圣经对伊来讲有啥物价值？特别是一个基督徒，咱若是无遵照上帝话来行、来做代志，我想有真侪代志要判断你的视觉错。而且你会做出错误的决定。一个基督徒若无读圣经，伊就无多乎上帝的话来甲伊来做一个准则，互伊会当来调整伊的做法。所以圣经这本要敬上帝的话语，就通互咱明白上帝爱咱完全的恶意，也互咱充满行好的智慧。阿门。再来第二项，第二项，咱要成做一个有智识、捌时势的人，咱就爱伫听的中间无惊吓。耶稣的温度，老约翰捌咧讲，安尼听伫咱的内面得着完全，咱就会当伫心怀的日子坦然无惊吓。因为伊如何，咱伫这个世界也如何，伫听的中间无惊吓。听，既然完全就把这个惊吓断去，因为伫惊吓的中间有刑罚，惊的人伫听的内面无法度通得着完全。这是记载伫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。所以只有听会当让所有的代志会当完全完办。伫听的中间，咱当看到一件代志，会当真顺利来解决，真顺利来得着处理。听，这是伫基督教的信仰内面非常重要，也是咱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最要紧、最高的标准。这个、老约翰伊特别强调，上帝就是听，真正听上帝的人，伊一定伫伊的生命内面，伊无惊吓自己。真正听上帝的人，伊特别伫伊的生命内面，伊所流露出来就是听，这种的听。会当让伊得到完全，当伊一个人，当伊家己的生命中间这个惊吓若拄起的时阵，你想这个人有啥物代志，伊不敢做。不过在这个世界吼，啥物代志拢敢做的人吼，有足侪啦，吼足侪吼。啊，搁有一种人叫做笑，吼，这种人就是啥物代志拢敢做，吼，因为伊无惊吓。唔过，咱今仔日我所爱咱学习的是，伫听的中间，咱来做一个无惊吓的人。伊是一个有知识，伊是一个捌时势，而且伊阁是伫听的中间去知影伊要显出什么款的听的人。所以听互人完全，当咱甲惊吓拄起的时阵，将来咱伫上帝的心目台前，咱就徛稳，咱就徛稳，因为咱显出咱的勇敢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有一个荷兰的神父，他就来显出在听的中间无惊吓的这个真理。当时，这个神父被抓去，抓到在希特勒这个集中营内面，关在监狱的内面。不过在迄个时阵，发生一件代志，就是有人得逞。迄个时阵，希特勒吼，因为着要吓止吼人逃走，因就有一个做法，就是讲，若是有一个人逃走，就要伫恁邻群的中间吼抽十个人，按照号码，因为每一个犯人拢有一个号码吼，按照号码抽十个人，就爱关伫一间房间内面，关到枵到死，吼枵到死，若是一个人逃走，就爱抽十个。所以伫这個中间哦，有一个人逃走，照咧就爱抽十个人。这个时阵有一个人去互抽着，伊伫遐惊到要死，惊到要死。
伊伫遐哀哀惨啊，讲啊，我阁想要出去来见我的太太，我阁有囡仔，我阁有老爸老母爱我养饲，我袂当即马就死伫遮。啊，这个时阵呢，这个新妇就真勇敢站出来。这个新妇伊就用伊真勇敢的言语讲：“我来代替这个人，我来代替这个人。”所以，伫这间死亡之屋，来，这个新妇甲其他的九个人，做伙伫遐体会一段真艰苦生命中间最后生存落去的日子。嘛，拄拄好有这个新妇伫迄个所在，这个新妇甲遮其他的九个人，伊十个人做伙伫遐，逐工哦，伊就是用圣经的话来鼓励。因就是用诗歌陪因来唱，最后因人生的这最后这几天安稳来过来度过。这个新妇一直到到第十天，哦，第十天再来过身，享年47岁，享年47岁。有遐亲爱的姊妹，当一个人连死也唔惊的时阵，伊的生活有啥物通唔敢做？一个人当为着真理。会当勇敢来站出来的时阵，伊知影伊的快乐的来源，伊知影是完全的上帝甲伊同在，所以听既然完全就甲惊吓丢去，所以用着安尼，这个神父用牺牲伊的生命来达到伊听人的目标，就完全来解释上帝就是听。在听的中间，就把惊吓丢去，这是咱学习的代志。再来第三，一个有知识、捌时势的人，伊应该爱安怎？第三，我感觉是上重要的一件代志，就是咱来学习耶稣，咱来效法耶稣。哦，咱来把这段圣经读一解吼，好来请。伊既然得到完全。就既然为着顺从伊的人，成做永远得救的根源，而且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典章，称伊做大祭司。伊既然得到完全，就是咱耶稣，伊既然得到完全，耶稣会当得到完全，而且佫会当成做永远得救的这个源头，就是因为伊是一个大祭司，而且。因为耶稣就是完全大祭司，所以咱来到伫伊的面前，用耶稣做根本，用耶稣做咱祈祷，用耶稣做咱祈求，用耶稣做咱伫主阿爸上帝的面前的一个沟通，所以这就是爱咱学习迄个完全的。再来，咱看到圣经继续甲咱讲，咱人伫文化的中间是无法度完全的，所以。有这个代志，若是要靠律法来讲，是无法度来做真好的解释。哦，所以历史以来，吼，千古以来，有真侪代志是即摆会使，啊，古早时阵袂使。哦，千古拢是安尼，因为法律若定落了后，有当像过去袂使，若是法律直接开落了后，就变成做会使。哦，咱看，哦，即摆这当前的婚姻就是安尼。哦，过去袂使的代志，如果呾即个门呾开落了后，所有相关的配套物件就拢会使。所以为虾米咱要反对一项，就是因为即项的门呾大开了后，所有的代志相关的就拢断全拢开去。所以这就是安尼，咱咧安尼看到法律有伊的漏洞，法律有伊的唔对的所在。不过大部分我相信，大部分的法律拢是为着哦。好的代志来设计，吼，来设计。哥，咱若是要买以法律来正做根源，恐惊有少部分的人，啊，是讲伊这个法律中间无包括在内的人，伊会拄到真大的伤害啊，吼。所以才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节讲，咱人伫律法中间是无法度完全的，无法度完全的，吼。而且这段时间的圣经的最后一节讲。所以的这面甲这面就着了良心讲，袂当叫
礼拜的人来得到完全。哦，咱就是咱来做礼拜，咱的生命就当得到完全吗？这无够呀，因为咱就来做礼拜，就是你一礼拜的中间，你只有点半钟的时间，你伫遮来听牧师讲道，你伫遮来亲近上帝，你伫遮来甲大家团结，只有这点半钟，你也做安尼会当完全吗？安尼是无够呀。咱必须爱在你日常的生活中间，你就爱有真理，你就爱有上帝所予你的信仰来做光做盐，而且为着上帝所予你的日子来做好的见证，这是咱爱去追求的代志。再来，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讲：，律法既然是将来水的代志的影，不过伊毋是本来迄个面的真相。总袂当借着你每年上献同款的祭物，予迄进前来的人得到完全啦。哦，所以咱来看到如花是真正无法度来做好的解说，如花嘛无法度帮助一个社会会当完全。只有啥物才会当？只有头前即段圣经所讲的，耶稣就是迄个予咱完全的完全的，就是因为耶稣。就是因为耶稣，这位本来就完全，伊无需要更加完全的耶稣基督，因为伊听咱的引导，伊放弃天顶的荣华的宝座，得成肉体来到世间，为着要拯救世间人的引导，为着咱来受苦难，甲这试炼，为着要互咱通得着救。伊特别予咱才会相信伊个，伊个会当来得到完全。今仔日咱会当来得到救恩，咱对来世，哦，咱会当有永生的盼望甲把握。这拢毋是靠咱家己，这拢毋是靠咱家己，这只有靠耶稣基督才会当。耶稣，伊就是上帝拣选伊来成做咱得救的中保。耶稣伊受洗呢，来成做咱。哦，这个世界很多给上帝的大祭司，而且在这地球的经文是上帝跟人之间的中保，因为耶稣的关系，咱才会当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来。耶稣基督既然得到完全，所以咱嘛还是完全，因为安怎，咱拢无完全。兄弟姐妹，咱在场有一个人，伊敢讲伊有完全？咱大家拢无完全啦，咱大家人拢有乱掉的所在，咱大家人拢有伊家己，迄个无法度通去排解的代志，因为咱人个无完全，所以咱拄着困难、拄着挫折、拄着恶难等个事的时阵，咱作想要放弃。有当时啊，咱会直接讲主啊，这个是伊对我排到足重的，我敢会当放落卖排？主啊，这个世界我看到足侪人咧拍啊，啊，减我一个无差，减我一个无差，我卖拍好无？有当时啊，咱会抓做主，甲咱回应讲好，咱会家己自我解释讲好啦。其实主无甲你回应，主也无可能甲你讲好，因为这是咱爱为着主勇敢来做的代志。所以今仔日，咱的社会、咱的世界有真侪代志，有足侪是伫个，是咱共同爱去拍的。咱必须爱共同齐心齐力，咱来做伙做一条代志。我拄则有讲，有真侪代志，咱谈等到已经发生啊，已经青米变成做食饭啊，已经代志拢安尼行啊，有真侪法律拢通过啊，咱只要还在想讲，啊，有够无彩。我迄阵较无爱徛出来，我迄阵较无爱好好努力。一个人若徛出来，可能伊的能力有限。不过若是十个人徛出来，一千个人徛出来，一百个人徛出来，我相信迄个效果是无同。咱的家庭是安尼，若大家人拢为着这个家庭，拢为着这个家庭，所有的代志，大家人拢甘心在做，我相信这个家庭一定和乐融融，而且这个家庭一定是。哦，非常的有迄个信仰啦。同款一间教会也是安尼，一间教会也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拢认同教会所做的事工，
吼，大家人拢知影伊爱做啥，教爷文书的分配，然后来去做这个代志。我相信这个教会所推动每一件代志，拢有做顺利。同款，咱的社会，若是大家拢做伙，齐心合力，吼，做伙来做一件应该爱做的代志的时阵，我相信这个代志一定会发出真大有，吼，这个有功效，真大这个困难。咱就会予咱这个社会的中间，就一寡哦，投机的人哦，啊是一寡迄个政客哦，啊是予咱的政府，啊是有一寡迄个党派政党，伊照着家己的意思，要做家己要做的代志，啊，甲咱的百姓拢是有损伤的，所以咱就应该爱做伙勇敢来做。咱看圣经内面啊，我举一个圣经内面的比喻就是安尼啊。哦，彼得咱知影，彼得伊是有耶稣在伊身边的人。哦，耶稣在伊身边啊，哦，最勇敢的呢。恁人要要抓耶稣，伊阁是把刀仔掹出来，哦，把迄个在抓伊的人耳仔甲割起来。彼得是一个最勇敢的人啊。不过伊最勇敢的是因为伊知影，伊有一个 group， 伊是有一个团体，哦，所以惊，而且阁有主耶稣伊的老师伫伊的所在，所以惊。不过，当耶稣被掠去了后咧，伊迄个勇敢就无存在啊！哦，人讲伊三拜无认主啊，主佫进前就甲提醒啊，你三拜无认我，真正就无认伊，所以迄阵伊的勇敢就无去啊。咱看过去的彼得是安尼，不过等到迄个罗孙在圣神降临的时阵，伊有圣神充满了后，伊迄个勇敢都回来啊，赶快是一个人。不过，伊生命因为圣神充满了后，过伊无搁再是过去迄个无认主的彼得啊。迄个时阵，伊从掠去到伫审判台前的时阵来做申诉。迄个时阵，通常啊，徛伫迄个顶面的人，就是伫遐求情啊，哦，是伫遐讲啊，我做的代志对，伫遐认罪悔改，啊，看会当来减刑的啊。通常徛伫迄个顶面的人是安尼啊。不过，咱看彼得的。咱看四位员官，咱就知影，彼得伊就是抓到这个要紧的机会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伊伫遐为着主的名来做好的宣传，来做真理的教示。彼得伊讲出一句话，伊讲：，我将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我袂当无讲。兄弟姐妹，你有这种的胆识无？你有这种勇敢无？恁会当将恁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袂当无讲。今仔日咱是咱在座足侪老信徒啊，咱在座足侪老信徒，咱信主啊几十冬啊。当咱面对社会，当咱面对哦，遮个代志，无正常个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咱是毋是当勇敢来回应主的呼召，来为了主做正常个代志？虽然而且咱希望。当作为彼此来学习，学习耶稣，也学习也亲像彼得同款，安尼咱就会当安尼来学习，通过学习会当予咱得到完全。好，咱即马就开始礼拜。今年2017年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咱的台湾的社会一个足重要、足关键的一年。今年有真多影响到世界的大代志。哦，咱看美国吼，哦，叫做川普在咧上任啊，哦，川普的作风、伊的做法，一定会带予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有真大的无共款，哦，因为伊是不按照牌理出牌，哦，伊是一个无共款吼的这个思想的人，哦，咱为着川普祈祷，希望伊所做会当予全球、全世界会当行伫一个正常的秩序里面，共款的咱为着咱的。哦，蔡英文，哦，总统伊个在五五八官来祈祷，希望因会当倾听民意，哦，会当伫所有的社会所发生的这代志顶面，唔通袂记起百姓对伊的托付，也唔通袂记起因是人民百姓，哦，咱用选票所选出来，是这人民百姓才是伊的头家，希望伊所做代志会当甲台湾2300万的百姓幸福安居乐业。哦，伊即个政策，伊是咧推动的啦。我咱即摆就来开始学习。不过伫这进程，咱咧祈祷的时阵，我说爱咱做来学习，哦，
来吃做今仔亲像今仔圣经所讲的，吼，咱即马就开始来预备，吃做一个通达事物、有知识、捌施舍的人，准备迎接上帝所欢喜，咱就当蒙救恩的日子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在地方上自己吃做一个通达事物、有知识、捌施舍的人，咱先做来祈祷。主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。在过去的这段日子，感谢你给我们这些敬拜神，可以在你所享受给我们的信仰的里面，让我们不为着社会做一个动荡不安的事情，在那有较大的情绪的反应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主理的人，我们也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有利益在念你，我们也相信不论事情要如何发生，主啊，一切拢在你主你的掌管。恳求父上帝，你也帮助阮，特别予阮遮个相信，一个救恩来吃做上帝你的子儿的人，阮会当勇敢去面对社会所发生的代志，会当勇敢来站出来吃做一个捍卫真理，会当伫遐守护这个真理的人。恳求父上帝啊，我趁这个时间，趁一个要紧的时，甲要紧的期，通分别做事，来真做上帝你伫这个时代所要呼召的勇士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那只是我献上我真做主你的使用，求你帮助我，因为当主你讲是罪，要为着你来做代志时阵，主啊，我伫遮勇敢讲，主啊，我伫遮请找我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